你找谁呀？啊，你好，是张阿姨介绍的吧？那个，我是来相亲的。对，是。啊哈，这怎么跟照片上不一样呢？阿姨可能给你发的是我以前的照片。来了，进来坐吧。啊，行。哎，等会儿。你还没到呢，人姑娘都等着急了。我到了呀。嗯。不，这不是15楼吗？16。炸。啊，那是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走错了。哎，走你走，相亲嘛，跟谁想都是想。我也单身。我都跟人说好了，我。哎，说什么说？我跟你说，15楼女的可不正经了。是吗？刚去一个，妈还全是男的啊。我失眠了，咱俩喝点呗。这么巧啊，我也失眠。你家还有人吗？没人，就我自己。走。就我收下，人我就不留了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干啥呀？咱俩一块儿喝点儿。我喜欢自己喝，两人喝我刺嘛。我跟你说，我酒量不好，你喝酒了吗？那干嘛能给你喝？跟你喝有啥意思？干喝多没意思。要不我给你跳个舞？你说巧不巧？我看人跳舞过敏，一看我就浑身起疙瘩。你早点睡啊！